为了要推广彰化的美食，彰化县政府号召了3000人一起来煎蚵仔煎，成功的刷新了今世世界纪录，同时也达成了彰化美食三冠王，这包括了最大颗的霸丸、最大碗的控肉饭，还有最多人同时煎蚵仔煎的3项目标。最多人同时完成煎蚵仔煎的今世世界纪录是2311人，但这项纪录在7号被彰化县改写，号召3000人在鹿港国中运动场用彰化特产珍珠科和方苑鸡蛋，在30分钟内不间断的煎蚵仔煎，希望打响彰化美食天堂的知名度。我们彰化会完成美食三冠王，就是咱啊台湾啊，嘛是全世界上大粒的肉丸，就是伫咱彰化。还有全世界上大碗的控肉饭，嘛伫咱彰化。我们今天呢，会由最多人超过3000人所烹煮的蚵仔煎，也是在我们彰化美食三冠王，我们彰化美食世界第一。彰化县是台湾的米仓，也是农业产品大县。参加千人煎蚵仔煎的民众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改写今世世界纪录的活动，为行销彰化县农特产品努力。好玩，做公益，推广台湾的美食出去。经过见证官的计算和检查，现场共有2801人的作业流程和时间符合标准，成功刷新今世世界纪录，让彰化县达成美食三冠王的目标。联合报简惠珍彰化报道。